在的这个房间，我的白雪纷飞飘远。我困在的这个空间，来到黑着眼圈又失眠。想到你的歌停留我的时候，多一部分心碎感的不为从前。舍不清的伤悲，看不清的是谁，多一半一点跟一点不是这情悲。吃不清的思念，回不去的谁，黑洞白一点你从一点都是你的泪。 How do we cut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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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do we go How do we cut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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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do we cut We cut We cut毕世静，你好，谢欧。今天觉得很开心，再次可以跟大家见面。对 ，OK， 接下来要送给大家也是我的新专辑里的一首歌，《我比从前想你了》，送给大家。自由的生活着，不高不快，是不过就是一个人。想说、的太深刻，我比从前想你了。这些年我勉强笑着，努力活着，做得更好的人。相信时间总会带走一些伤。我比从前爱你了，谈感情总没有天分，太过认真，多一次太小的，有一些挂科。是忘不了的。欢迎书记，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恭喜恭喜，好。今天看到你我觉得非常的开心，而且呢又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听到你现场刚演唱的是新歌对吧？是两首新歌。哎，恭喜恭喜啊，谢谢。又出新专辑了，大概可能也离上次有两年的时间了。快快 Be better， 是越来越好。是，那这个在新专辑有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跟我们朋友分享一下最新的一些行程或是计划，让我们能参与？最近的话就一直有活动，对，那演唱会也是有在安排当中，有在安排了，是、大概什么时候会有消息？搞不好也是个惊喜，只要锁定他的粉丝专页就会知道，对不对？真的很期待，因为我刚才后台才说，毕书尽对我来说，在这一群年轻的歌手里面，算是歌声很特别的，因为他可以很柔美，但是又可以唱出那种沧桑的感觉。就这么大年纪，刚三十嘛，是，对呀、能够唱出那种沧桑的感觉，刚刚那个声音，哇，我觉得很迷人，真的很迷人哦。接下来想用什么好听的歌曲带给大家呢？接下来的歌叫《逆时光的浪》，把舞台交给你喽。好，谢谢。欢迎毕书尽。我爱到了什么呢？也许我在等待是一种永远无法取代的缘分。一见到你说我的话也该是期待也不没说，一见到你说许多黑也该是期待也不看见，你俩都是他的主见 Baby 一起吗
轻声，对轻纱也忘了，天亮了，彼此了，失去了我。好的，那接下来唱一首比较甜蜜点的歌，对，大家应该会唱《Love More》。一个只有心动 ，baby， 两个才是感动 ，baby， 喜欢了，爱你想你爱你非你不可。可惜的云默默，可是呢，两颗心的雨，所以呢，希望了，趁现在我想要大声地说，一起哦，爱就是对你说。有意思，因为刚刚那首 Kitty Bang 大家可能在看电影的时候有看过，但是听说这是鬼鬼第一次首度公开现场，对，是第一次，而且很久没唱歌跳舞了。刚刚有稍微害羞一下吗？对，有点唱哎、欸，对，掌声鼓励献给我们的好朋友，献给我们，是不是？希望大家会喜欢，非常喜欢。不过呢，除了这是首次现场是惊喜之外，听说你本人也有惊喜要带给大家，所以有好消息要。对，是个好消息，就是。今年的8月11号，我会发行我的生日的一张一首单曲，哇！然后名字叫做《拉米拉米》，拉米拉米，谐音就是 Love Me Love Me， 对，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这样。接下来就是要唱比较轻快的《一直跟爱在我身边》，欢迎，太好了，掌声有请鬼鬼。谢谢。一直喜欢你的轮廓，一直喜欢你的轮廓，一直喜欢你的笑容拥抱我 ，baby。一直喜欢你的冷漠，一直喜欢你的轻松，一直喜欢你的开火感染我，一直有种害羞的冲动。其实有些话我一直没有说 ，Tell me why, oh why， 快乐却。
我接下来呢还要带来我的快歌组曲，希望大家会喜欢。Yeah.